带上来！跪下！跪下！ 站住！这里是刑场，你没事赶紧走。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，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？就算是知府的人，也别在这里转悠。快赶紧走！啊！午时三刻已到，行刑。 算是追不上来了，哥哥，莫不是梦里相见吧？啊，恩兄，你还活着呢。宋江一位，见不着兄弟们了。恩兄不肯上梁山。 这就是黑旋风李逵。这就是李逵兄弟，哎，这位是晁盖哥哥，快来拜见。托塔天王晁盖大哥，正是正是。哎呀呀，哥哥，修改俺铁牛粗鲁，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，俺受不住了。铁牛兄弟，快快请起。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，现在到了这般境况，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事道了。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。对，上梁山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，成天大碗喝酒大话吃肉，甚是痛快。哥哥，俺铁牛也要上梁山。好。<笑>恩兄。 上梁山吧！好，好，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。好，上梁山，上梁山。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，杀贪官，劫富济贫，共创大业。 听哥哥的。第一名正贼宋江，系山东运城县人，赏金10000贯捉宋江；第二名从贼戴宗，系江州两院押狱，赏金5000贯捉戴宗；第三名从贼李逵，系宜州沂水县人，赏金3000贯捉李逵。不得了啊！哥哥，走。 哎哎哎！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，来这里干什么？别说话，跟我来。哥哥，你胆子太大了，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一党，你还敢看榜？若是被人认出来，捉你去送官，如何是好？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，不敢派人和你同来，又怕你在这儿作怪，便派我前来打探。要是我们走差了，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。
怕他个鸟啊！就算认出啊，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？哪个做狗的嘴咬咬，俺拿刀剁了他！哥哥，不能喝。公明哥哥说了，路上不得吃酒。就让喝一回嘛，也看到到家了。不行，不能喝。 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，此乃何人？嘿嘿嘿，哥哥，实不相瞒，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，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，特被薄酒一碗，就算招待哥哥吧。那还不快引荐啊！嘿嘿，好，兄弟，快来见过李逵哥哥。好，来嘞。哎，好酒。 哎呀，酒闻哥哥大名啊！哎，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？叫朱富。哦，小弟朱富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。朱富兄弟，再敢舔牛来一碗吧。好。哥哥，来，哥哥不能吃酒。哎，哥哥不能吃酒。你，哎呀，人家共鸣哥哥都说了，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，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。 俺这不是到家了吗？再来一碗。嘿嘿，来来来吧。哎，哥哥，哎，好酒，多喝。哥哥，少吃酒啊。哥哥，哎呀，哥哥，路上一定要小心呐，别多吃酒。你放心，路上绝对不吃。要小心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一定要小心的。哎，哥哥。 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，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，一直往百丈村，便是董店东。没多少路了，兄弟就不送了。哥哥，您早些接了老娘，赶快回山寨吧。俺不走东大路，小路快，俺走小路。小路有大虫，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。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。哎呀，那小路俺以前走过，怕他个鸟啊！你们各自散了吧，俺铁牛。 识相的，乖乖留下买路钱，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。你这厮什么鸟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敢拦路抢劫？嘿嘿，问爷爷名字，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。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。你可曾听过？快快留下买路钱，容你过去。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，哪里学了俺的名目，在这里拦路抢劫，坏俺名声？ 爷爷饶命！爷爷饶命！ 爷爷饶命啊！爷爷饶命啊！你可认得爷爷？你算个鸟！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，在这里毁俺名目，俺宰了你！爷爷饶命！爷爷饶命啊！你是孩儿一个人，只得害两个人呐！怎地杀你一个，却是害你两个？实不相瞒，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，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，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。 在这里多谢包裹，抢些散银，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。爷爷，你如果杀了孩儿，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？爷爷，好啊！你个贼鸟厮，夺人钱财，坏俺名目，还学俺使两把板斧，俺宰了你！爷爷。
俺特地来接娘，却杀了个养娘的人。俺要是砍了他，天理不容啊！俺念你是个孝子，暂且饶你狗命。赶紧起来，滚吧！谢谢爷，谢谢爷爷。站住！你该听明白了，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，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。爷爷，小人此番得了性命，回去以后自当感业，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。这就对了。俺看啊，你也是个孝顺之人。俺再与你10两银子，回去做个买卖，赶夜去吧。这拿着，哎呀，拿着。爷爷，爷爷，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这次有孝心，撞在俺手上，算他运气。要是俺砍了他，天理不容啊！大嫂，大嫂，俺是路过的，腹中饥饿，寻不着酒家，这样，俺与你几钱银子，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。好汉，俺家没酒，米倒是有一些，你看一升米行吗？没酒啊，没酒也罢，先给俺下3升米，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。娘子，哎呀，你这冤家，弟弟撞上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娘子啊，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！哎呦，冤家，这是咋的了？让我看看，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让人等得好煎熬啊！哎呀，娘子啊，你别说我今儿有多回去了，本说上山接个单身，等了2天都没等到一个。哎呀，今日可倒接到一个了，你猜是谁呀？劫的谁呀？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？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！啊！哎呀，碰到这个人啊，我如何打得过他？被他撂翻在地，定要我的性命啊！我就骗他说，你杀我一个，便是害我2个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便说道，家中有90岁的老母，无人赡养，定当饿死。这家伙还真信了。哎呀，冤家，你还真有些本事啊！哎呀。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，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，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。我怕他识破啊，赶快就离开了。那你看，嘘，你休要高声。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，叫我做饭。不是他。哎呦，我的爷爷啊！
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？我这……哎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这……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，你怕他干什么？待会儿你去看一下，如若是他，我们去寻些麻药来，放入他菜中，我让他吃了，麻烦在地，我们便立刻做了他，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，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，脱离这山野之困，如何？好，我这边去偷偷看。啊，快去，小心点。这里的呀！血气歹心害俺！谁呀？你到底是谁呀？娘，是铁牛啊！我儿。铁牛，是铁牛啊！铁牛，你回来了。这些年让娘受苦了，孩儿不孝。娘，娘，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？你走了这么多年，娘想你，想的眼泪都流干了，盼你，盼的眼睛都盼瞎了。娘，娘，你莫哭。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，挣了钱，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，给娘把眼睛瞧好。儿这次来，
就找爹娘上梁山享福的。儿啊，娘不要那大鱼大肉，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。爹娘，保护娘开心了，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？娘，你儿天娘真的做官了。娘，娘，你摸摸，摸摸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而田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，还有一大堆呢。你听听，娘听听，娘，你再摸摸，你再摸摸，而田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。明日上路，路过县城布庄，田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。我儿孝顺，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？娘，有，有钱就有，有钱就有。你儿有钱了，你儿做官了，娘，都是你的。以后，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，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。出息了，娘啊，娘！铁牛啊，背着娘可累呀、啊。哎呀，俺不累，从今往后啊，俺要背娘一辈子。我又说傻话了。哎呀，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，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。娘老喽，也没几天活头。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！俺娘不老，俺娘不死，俺娘好好活着，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。娘，等咱上了梁山，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，俺呢，天天给娘端水，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。我儿又说傻话，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。到哪儿了？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？娘，前面是一大片草地，绿油油的一大片啊，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。是吗？哎，铁牛，赶快放娘下来，我儿累了，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。哎，那咱上前面歇着去，娘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别那么快，慢一点啊。哎呀，娘。站在这儿歇。哎，哎，娘站着别动啊！哎，娘。哎呀，可把我儿累坏了。娘，饿了吧？有点饿。娘。铁牛，嗯，娘口渴得很，快快找些水来。俺正要给娘找水去，娘，俺这就去，你待着别动啊。铁牛，娘确实太渴了，快去快回啊。娘放心，俺娘眼睛看不见，可千万别乱走啊。嗯嗯，俺铁牛马上就回来，啊。哎，娘你拿着吃。嗯嗯。俺娘眼睛看不见，可不能乱走啊。嗯，知道。快去快回啊。
冲！娘，水来了！娘，娘，我的娘，我的娘！歹徒的大仇，杀老娘一个，也要我今天杀你一伙！娘，你说好了和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的，娘，我是想接你去享福，你却留在这儿了。
咱这趟活够呛。这样吧，哥，要不咱算了吧。哥，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。哎哎，郭督头，赶紧走啊！犯什么愣啊？走吧。赶紧走啊！走了，快走快走！走啊！
没杀我。都说大哥讲出，不，贾半山的主意。说，这黑帮杀手是谁派来的？他们都是张大的，张大人花钱过来，他非要杀你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都疼。张督军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他们都在酒楼里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斗藤的杀头宴呢。我笑。除去武松，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。有张督监给咱们撑腰，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。来，干一个。来。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个你不用过滤。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掀不出什么浪花来。等过段时间，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。哎呀，你呀，武夫之见。陈仲谋，再怎么说，他是朝廷命官。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，我这个兵马都监，逃得了干系吗？哎，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。在我看来，此事不必着急。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，在朝中没什么根底，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室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啊，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啊。等下回太师过寿，兄弟我过去提个醒，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。哼，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？啊，哼哼，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。蒋兄弟啊，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，来硬的不行。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。啊，中，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。甭说，这还真不是说笑。这年头啊，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？活到猪头烂，谁干不一样？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。想的高太尉，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？啊？老张啊，喝高了，悠着点儿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来。咱们再干一杯。哎，干。哎呦，别怕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我是武松。武都头，你可回来了。武都头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玉兰姑娘她玉兰姑娘，玉兰姑娘她怎么了？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。那她现在在哪里？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。那蒋门神呢？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。杀光他们！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，然后赶紧出城，在城外等我。好好好。哎，武都头，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，你可要小心呐。放心吧，
你快去救玉兰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大人说了，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回去。哎，你们俩呀，就这样，怎么样？六哥，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。吃吃，就知道吃。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。你老娘牙都掉光了，她嚼得动吗？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？谁？都督饶命！饶命！都督饶命啊！此事与你们无关，赶紧逃命去吧。是。我都督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刘荣，我也是。你受死吧！玉兰姑娘，五都头回来了。老伯，怎么是你呀？他让我来救你。他回来了。是啊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去鸳鸯楼了，杀蒋门神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啊，快走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哎呀，谁呀？三更半夜，死人了！哎，不好了，武松他杀人了！什么？武松他杀人了！些妙计啊！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。杜鹃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江州兄弟啊，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，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。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，在飞云浦下手，绝对把武松拿下。你们蒋家兄弟，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。啊，这只是策略而已。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，出手必死无疑。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。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，武松的功夫了得，很难应付，我也吃了不少亏，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，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，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。是啊，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？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。不行，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，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？啊，紧张什么？紧张什么啊？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！别怕，别怕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飞云浦，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，武松今日必死。什么猛药？毒刀。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。是吗？没看出来啊，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。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。来，阿九，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，干杯！干杯！是人还是鬼啊？
爷爷，松！
老虎。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。武松，你也有今天。爬过来，爬过来。吴大哥，不要啊。去死吧，吴大哥！吴大哥，你保重。
阿弟，干姐，快走吧，走啊！犯下如此大案，你小子脱不了干系，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是谁竟如此胆大，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？大人，你看。啊！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，又是武松。哎呀，走开走开，看你毛手毛脚的，我来。啊，你来。干嘛记那么紧啊？那你来。哎，二娘，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，怎么还不醒啊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啊，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，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。你不想想，就他这脾气，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，他能踏实吗？哎，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？行行行，这倒也是个办法，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。啊，好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。这伤要治，身子也还是要补的。不是，二娘，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，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？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？你就说老娘嘴馋，把他全部都吃光了，他能怎么办？好。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，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。水，二弟，你醒了？等等啊，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。二弟呀，你现在暂时别说话，到了这里呀，你就算到家了，甭管有多大的事儿，大姐都替你担着，啊！甭宽心。二娘，神探来了。大哥。哎，别起来，躺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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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躺着。什么话都别说了啊，先喝了汤再说，啊。来。来。
去。二弟呀，你啥都别说了，有多大事儿，大姐我都替你担着。